边生活边去打静坐、开示、闭关这些，有时间了都去做一做，体验一下，然后静静的去修定。啊，如果说定不住了，持持戒了，闭闭关了，你做做功德都是可以，都可以帮助你入定。啊，因为要不就是来自于其他道的干扰嘛，你就要积点功德嘛，你做个超度或者是什么忏悔也可以啊，是吧？认错呗。然后还有你就是，要坚持嘛，静坐是坚持的嘛，坚持从坐垫上开始，然后慢慢破了分别，这个分别已经对你影响不大的时候，散乱这个你能迅速的当下认知你是没动过的，你这个念头已经不用再提示了。当下回来就是我没得过，就不认了。当下就因为都是幻境嘛，不要说哎呀我又散了，抱怨自己，不抱怨自己，从来不抱怨，但也不能抱怨别人啊。贪嗔痴慢疑嗔恨这些，慢慢就去一点，就慢慢停下来。哎，自己因为这都是人力的盲区导致的嘛，人力的盲区导致看不到圆满，就抱怨这个世界嘛。哎，但是修行者你不能嘛，因为你要回归本觉嘛。你真不是在人道做个好人啊，你也不是在人道做个高尚的人，因为修行者是回到圆觉境界，识破生命的真相。所以你不是在带你一个人修，如果你认知生命的真相，连猫的真相、狗的真相、宇宙一切生命的真相，你都在寻找啊。他是在寻找生命的真相，你会为众生在寻找解脱之道啊。因为一旦你成道，众生都有可能借助你而解脱，因为你明白，有一个人明白了生命的真意、真谛呀、啊，生命来自于哪里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迷失？我们为什么会痛苦？我为什么会生成猫？知道那只猫就是它，你就会知道这一点，然后你就会可以度脱它，都有机会可以度脱它。所以我们就是成道是蛮伟大的一件事，嗯，因为你在修正的过程中，你已经在替众生，在代替众生寻找这个问题了，而且很好玩。但是不要觉得哎呀自己多了不起啊，多有使命感啊，多一定要怎么样，其实很好玩的一件事，就把它当成很有趣的一件事做。我听见谁打呼噜呢？啊，宋梅，你看虽然睡着了，空性也在那里啊，但是就不太容易修正，不太容易觉知空性。睡着了，空性也在那里，但是呢，他很难从睡眠中证悟了悟空性，因为睡梦中他就其实很杂乱的，就是他必须保持一个灵敏的觉知，所以他才能我们才有一天能够认出空性。睡眠这种昏沉的状态是很难了知空性的。哎，有些大师级的人物在睡眠中可以见空性，这真的比较少。嗯，有的在中阴睡眠也可以修，但是对人类来说，大部分都是睁着眼睛，一般都比较不昏沉的时候见空性的多。哦，证悟是空性自己认识空性，不能这样说话。嗯，空性是个概念，起了个名字。空性怎么能认识空性？就是空性是无我的，是无相的一个状态。那个时候你就见你假名为借空性，是你就是，就像现在你是个女人，你说你女人见了女人吗？当你是个女人的时候，你坐在这儿啥事情没发生，他说你不是的时候随便了，你连辩解都不会，因为跟从头到脚你都觉得你是女人，没有疑惑，从来不疑你是个女人。你是空性的时候，从来不疑你是空性的时候，这个叫借空性了。你从来从头到脚没疑你是个女人的时候，你叫借了女人，那是真女人，告诉你，因为从来就不会怀疑这种事，你不是个女人这种事，知道吧？你还给别人说你证明我是个女人，你理都懒得理他，是吧？别说你证明你成道，你是个空性，你懒得都理他，是吧？你怎么证明，是吧？真自也是道，所以冷暖自知嘛。与怀疑没关系，我是举个例子，就是说当你在那个状态，你证入的时候，一切都毫无意义，所有的眼耳鼻舌身说啊，各个道众生的怀疑啊执着，所有的一切在这儿熙熙攘攘，这些东西跟你空性有什么关系？你丝毫也没怀疑过你是个女人，是吗？你还需要证吗？
你觉得他要求你真的是个女人给我看，你觉得你无耻白痴无聊是吧，你管我是个啥的，都懒得跟他说话是吧，觉得他在巧车就跟你巧戏，想你想干啥吧，你不会证明你是不是想巧车想干啥吧，打一架还是怎么的，你觉得他是有其他目的的，这样证明我是个女人，你管我的是不是女人是吧，这件事因为你从来一丝都不疑，所以空性我们就是啊，也无修无证啊，不用证也不用修啊，就是啊。但你不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就得证。但证是个什么事情？就醒来嘛，就知道这回事。所以一直在佛法里边，所以修证就变成个折腾，因为没有时间，到最后时间空性也破了，所以你一直在这兜圈圈，连轮回都是个在这蹦折腾。但是你一定要在佛之界里边折腾。你不要去赌场折腾啊，赌场折腾就比较难，也能折腾成戒空性，但是就比较难，知道吧？很容易上瘾，知道吧？就在人道不想出来了，就像睡眠啊、中阴境界啊，是我们很难确立正知界，你无法确立到佛之界来去修正啊。就是中阴身跟睡梦里边，梦里边你看我们的梦是无厘头的，一个梦跳跃到另一个梦。很难有时空的，是不是梦里边你不觉得吗？你看我们觉得我们梦前脚梦见我们在北京，五秒之后我们就梦见我们就回珠海了，中间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自己也忘了，就算坐火车也刹那就好像到了，是吧？所以在梦里边其实时空真的蛮快的，有时候而且一个梦接着一个梦，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时空为什么这么转，而且梦里边你看，假如你现在在珠海，你梦见你在珠海，突然下一个梦跳到了美国，你也不会在梦里边问我怎么会上一秒在珠海，我现在在美国，你会怀疑我怎么过来的，你在梦里边不问这种问题，不会问这种傻问题，但是你睁开眼你就会问，哎，我怎么一下子跳到美国了呢，除非你的念头里，但是你出现珠海美国你就不会问这种傻问题，你念头里你看刚才我想珠海一会儿我想美国，你就不会问我怎么跳到美国了呢，你会说的哎呀我乱想，梦里边不觉得乱想，梦里边是刚才我在珠海现在我在美国，梦里边是认可，知道吧？你觉得哪个更正常一点，是吧？你现在觉得乱想，梦里边不觉得，梦里边在珠海在美国你都很好的在那做事啊，是吧？在珠海做珠海的事，在美国我碰见谁了啊，梦里边然后有贼追着抢你东西，你也跑得飞快啊，是吧？也恐惧也害怕，这跟活着的时候一模，跟睁开也是一模一样，有的人在梦里面也会想到佛法，是吧？想到正知界是什么的，如如不动啊，在梦里打坐啊，但比较难嘛，比较想佛法的时候少，说明你修修的少嘛，你的意识里边对入定啊这些事情你没有，你很容易忘掉的，你在梦里边要不出现的话比较很容易忘掉，说明你修的时间真的很少。会在梦里面入定吗？可以啊，你要在真正，你就在这个红尘，你经常入定，你闭着眼，你肯定在入定。你在红尘里边，说明你心里执着的不是修行，你的梦里边才有很多很多其他。你说明你在梦的你梦里边，一定是有时候梦见你最执着的那件事，有时候，它可能有各种像出现，但是你心里的那个觉受起心动念啊，都在那。但这不影响我们在这个红尘修行。有时候也在破一些分别，比如在这个世界修行就会出现这个梦境啊，比如你在转一些气脉啊什么，也会出现一些梦境，哎，就会出现很多梦境里边气脉在转乱七八糟的梦，嗯，其实睁开眼这也是梦，就是睁开眼的梦的话，就睁开眼你能学佛之戒，你能拿佛的之戒去改变自己，是吧？你能克制自己的一些行为啊，睁开眼更清醒一点，就是更接近原局，但梦里边不太茫然一些，就是不太，你好，过来，但梦里边就更无明一些，就觉得自己把握不住嘛，自己把握不住心态，所以梦里边不太好修，就是。